C A， 然后走一遍歌，然后就，好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我所以我这样讲话，外面好像还早还早，那几点？啊，谢谢，10:27，对，号称11点开始活动是吧？我这样 OK， 然后判断力不够精确。号称11点要开始是吧？我最近在讲 Facebook 的大学生啊，就他。哦，这为什么？对啊，我教他很累，干。小学生。自己来他 进。自己来他 进。这个老板不会这样子啊，你要给他点机会学习啊。对啊。然后那个来，就是你现在去问场馆的人吧，我们的桌子跟梯子要放在场馆的地方，不要堆在这里。好。哎，这是奇怪的主持人啊！老是个屁看，哇他！老地方 corner house， 对。赛事紧接着在后头是 Puppy 以及 Wedding 的赛事，是我们今天一整天有三个赛事，然后延续到了下个礼拜日呢，也同样是我们 OBS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，在这边跟大家也稍微广告一下。好，我们马上呢，等一下就要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活动，我们后面的摊位我们工商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冰镇买特的那个柠檬塔，大家尽量去拿，还有我们台序的那个。卸下宿醉，好友劝我要回归，现实需要去面对。登入，再登出，我不想登出。登入，再登出，再登入。好了，够了，下班。紧握扶手，站稳踏阶，今天野心如刀剑，差多少？不够好，而我等级太高，只全国四霸，我再次打，举手投足全场被轰炸，一大学不回，通通打破，吉祥物，乖乖来自杀，放回这个台湾的努力，把动作放大，发挥当发挥的才华，拍我拍，拍你在，来祈祷我已毕业，不再继续惨片，现在继续你的葬礼，只全国四霸。比较差不多就要出来唱一下啦，你看粉丝太多哎、欸。对呀、啊，干啥耶？到底在干嘛、啊？而且少数女粉丝比男粉丝还要高的一个情况，以他比男都是女粉丝。好，赶快收东西，赶快回去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下班，主持人下班啊！下班，下礼拜，没错，下礼拜天。有王太吗？王太吗？九点。在，所以。九点。所以啦。赞，这样也可以配回来。没有啦 ，Waking 少了一整个，少了一整个赛事。但少30分钟，所以9:30，差不多，舒服。我找到你了。耶，他是 High Battle Guest。耶、yeah, ，一半。
Day One 结束，行百里路半行什么百里路什么九十半九十啊，嘿嘿嘿，行百里路半九十，可以的可以的。下礼拜 Dancers High 哦，希望可以破个三十队，然后把那个报名费都赚掉。没有啊，干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蛮多人比的、欸。哦，这次蛮多人比，五对五，五对五对。哦，所以现在已经有十二队了，所以我觉得赞哎哦，现场搞不好又报个十队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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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、啊，明天改实打实啊，全部各种项目。实打实靠背、哦，或者是来一个什么原住民九族大背头、加汉族有十族靠背。收工收工。还有外国系列，白人啊，高卢人，用人种高加索人对黑人之类的这样子。对，行的。他的话，他就其实我是觉得你今天 popping 结束的时候，应该就只要出来 rap， 对，就直接出来 rap 就好了。人家哎，粉丝直接往前冲，真的很屌哎、欸。对啊，超强的、啊。对啊。这个就是上次爸爸在唱歌的时候说很吵的那个小女生嘛，对不对？对 对, 對, 對, 對，不捧场，完全不捧场。真的，今天又跑来，真的是。对对，然后你在唱歌的时候也没有在听啊，对。对。对。幕后花絮吗？幕后花絮。等你什么？等你一下要做什么？自己在那边加速的很开心。对啊。等你一下吗？你要去哪里？等一下啊。他是要跑去哪？快一点啊！是要跑去哪裡？他就坐在那边了。我去找你。你要去找谁？你要找谁？阿罗夏。找什么？好了，笨蛋妈妈出现了。要你要站过去一点，不是啦，这样不好看。